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一台。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这一个 IREX 150mm 的微距镜头。这一个是超级高 CP 值的高品质的摄影镜头。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跟凯。Hi, my name is Kai Wong。今天要来快速开箱，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IREX 的 150mm 的微距镜头。这一支微距镜头最厉害就是它的价格，真的是超级香的。Hi, my name is Kai Wong。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Hi, my name is Kai Wong。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支 IREX 的 150mm 超微距镜头。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来快速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支 IREX 的。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来快速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支 IREX 的 150mm f/2.8 的微距镜头。那这一支镜头最特色。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来快速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支 IREX 的 150mm 微距镜头。那虽然这支镜头已经还蛮 ，Jesus Christ。Hi, my name is Kai Wong。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支 IREX 的 150mm f/2.8 的微距镜头。那这一支镜头，微距镜头最有特色就是它的。Hi, my name is Kai Wong。今天要来快速开箱，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支 IREX 的 150mm 微距镜头。那这支镜头最厉害的就是它有2.8大光圈。Jesus Christ。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Hi，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支 IREX 的 150mm f/2.8 的微距镜头。那这一支镜头呢，最特别的就是它的超级便宜的价格，还有超高品质的影像品质。Hi，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支 IREX 的 150mm f/2.8 的微距镜头。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开箱吧。那很多人会把这个 IREX 这一间公司跟韩国的三洋公司搞混。其实这两间都是韩国制造，没错，但是公司是不一样的。有人一直觉得，哎，IREX 其实就是三洋，其实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公司，设计也完全不同。OK，这个盒子也是算是蛮酷炫的啦。OK，所以盒子里面就有一个硬盒的。OK，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硬壳的镜头保护盒。OK，所以盒子里面有附给你一个硬盒的镜头保护袋，保护盒。OK，所以盒子里面有附给你一个。OK，所以镜头。所以盒子里面有附给你一个镜头的保护盒。那盒子里面有附给你一个硬盒的
保护盒，算是半软半硬啦，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形状，不能把它压扁压起来。OK， 这就是我们的镜头本体啦。那镜头，OK， 那这就是我们的镜头本体啦。OK， 所以镜头它还有附给你一个遮光。OK， 所以这支镜头有附给你一个可拆卸的遮光罩。OK， 这支 150mm 的微距镜头有附给你一个可拆卸的遮光罩，还有一个可以装在脚架上 R 卡的脚座，就你就可以把镜头直接安装在脚架上。你的相机就会比较好控制一些微小细微调整的角度。那这个脚座看起来应该也是可以把它拆掉。没错，这个脚，没错，这个，没错，这个脚，没错，就是你，对，没错，你如果不需要用这个脚座的话，那你可以把它拆掉，就让你的镜头更轻巧。那对。OK， 那这支镜头的做工看起来也是蛮真材实料的，应该这台镜。这支镜头看起来也是蛮真材实料的，它几乎都是金属制造的啊。它除了前面这一个锁定的镜，那这支镜头看起来也是蛮真材实料的啊。几乎都是金属制造，它除了中，这支镜头也是蛮真材实料啦，就是全部都是用金属制造的。那它除了前面这个对焦锁的部分是用塑胶，那其他部分全部都是金属。
那刚刚讲到对焦锁，就前面这里有一个对焦锁定的装置，就是如果你假设你想要拍摄1公尺，你就射到1公尺，你可以用这个对焦锁把这个对焦环锁起来，你就不会再轻易的转到你的对焦。Jesus Christ！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对焦锁部分，那就是你如果假设你想要定在1公尺，那你可以把它锁起来。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功用啦，因为我之前有买一支 Iris 的 11mm，那前面也有一样有对焦锁的部分，但是很少很少使用到，就几乎很少情况用到，除非你有特殊的使用情况，或者是你想要干什么。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对焦锁的部分，那其实 Iris 的镜头都有对焦锁这个神奇的设计。那我也觉得，那刚刚有讲到对焦锁的部分，那 Iris 镜头都有对焦锁的部分。那刚刚有讲到对焦锁的部分，就是 Iris 镜头都有这个神奇对焦锁的设计。就是假设你想要设在1公尺，然后你就可以把对焦环锁起来，让你不会轻易的去转动到这个对焦环。但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就我自己啦，我自己是很少用到，因为我之前也有买一支 Iris 的 11mm，一样也有对焦锁的装置，那应该是从来没有用过吧？因为你其实锁起来之后，你对焦环还是可以转动的，就只是让阻力变大，但是。就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设计这个，除非你有特殊的目的，你又要在一个什么震动的地方，还是干嘛的，也不知道，反正就有一个对焦环的锁定装置在上面就对了。OK，那盒子里面还有一张使用说明。OK，盒子里面还有一张使用说明跟一个全球的保证卡，所以还蛮棒的。全球保证卡，你如果到世界各国，OK，那盒子里面还有一张说明书。OK，那盒子里面还有一张说明书跟一个全球的保证卡，这个还不错。就是你假设你买水货啊，或者是你去国外买什么 Iris 镜头之类，你全球都可以有保护，这还不错。那盒子里面还有附一个很神奇的，就是这个机身，就是镜头后盖的部分，我也觉得还蛮神奇的。啊，Iris 的传统也就是这样，就是它盒子里面就会多附给你一个镜头后盖，因为它觉得你会用丢之类的吧。反正，OK，那盒子里面就这样啦。那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镜头装到我们的相机上面拍拍看，拍拍一些影片，拍拍一些照片，就单纯大家欣赏，大家看开心用。如果要深入测试的话，应该在下一支影片才会拍摄。或者是大家敲完，我就会拍摄一个深入的镜头的光学测试啊，什么光晕啊、眩光、耀光、鬼影、紫边现象、锐利度测试这种神奇的。如果有需要，就敲完吧。那这支150mm 微距镜头最近对焦距离是34.5公分，这支 Iris 150mm 的微距镜头，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34.5公分，是从焦平面计算34.5公分，所以你装到镜头上面。那这支 150mm 的微距镜头，它最近对焦距离是34.5公分，那装到镜头，不，这支 150mm 的 Iris 镜头，这支 150mm 的微距镜头，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34.5公分。那34.5公分是从焦平面计算的，就是从你的感光元件那里开始计算。所以你装到相机上面，其实你距离你的拍摄物才那几公分而已。
应该装到鸡身上，装到鸡身上应该就只有，装到鸡身上拍摄的话，应该就距离你的拍摄物只有十几公分，非常非常近，150mm，然后你可以距离十几公分，还蛮酷炫的。我们待会拍摄，大家就知道到底有多么酷炫。那目前为止，我对它的品质还蛮……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它的品质都还不错。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它的品质都还不错，不管是它的镜头做工，然后它的对焦环的流畅程度，然后跟整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它整体的做工都还不错，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金属机身，那它的对焦环整个转起来都非常非常流畅，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整体的做工都还不错，就刚刚有讲到的金属机身，那整个对焦环转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流畅。那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它的对焦环上面这一个橡胶的部分，它会随意的转动，诶，就有点松动，然后可以这样子滑动，就唯一的小缺点，这样子就不知道。那到目前为止，整体的做工我觉得是还不错，像是它的对焦环非常非常的流畅。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整体的做工，到目前为止这整个，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整体的做工都还不错，像是它的金属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整体的做工是还不错的。那它有，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整体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整体的镜头做工是还不错。像是你刚刚，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镜头整体的做工是还不错。它整体刚刚我刚刚讲的，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整体的镜头做工是还不错，就是整体是金属机身，我刚刚有讲，然后。对焦环非常非常的流畅，转起来还，嘿嘿嘿，Jesus Christ！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整体的做工非常非常好。那就我刚刚讲的，整体都是金属机身，那对焦环转起来非常非常的流畅，不会有什么卡卡。但它是算是阻力比较高的，就是摩擦力比较高的对焦环，它不是那种非常。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整体的做工是还不错，以它的价格而言，那整体有刚刚讲的金属机身，那对焦环是非常非常的流畅，但是它是偏向那种阻力比较高的，它不是像是那种非常滑顺，像徕卡那样子非常滑顺，好像我不知道那怎么形容，反正就是，它是会有一点阻力，有一点摩擦力的感觉，但是你整体的细微转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整个脚架机环，那整个脚架机环，那整个脚架机环，那整个脚架机环也都是金属。那整个脚架机环也都是金属的材质。
那这个脚架接环呢？那这个脚架接环呢？那这个脚架接环？那这个脚架接环，那这个脚架接环有一个优点，也算是缺点的部分。那这个脚架接环有一个算是优点，也算是缺点的部分，就是它没有一个告诉你90度，就是你想要拍摄直拍的话，它没有一个90度的卡，有一个点告诉你，你镜头是转到90度或者是180度平水平的状态。就像是 Canon 的大炮，它的脚架接环的部分，它会有一个稍微有一点阻力，然后会让你告诉你知道，你转到90度直拍是刚好90度是长那样，因为你加到脚架上，你可能是完全的水平，然后你转90度的话，它会告诉你，你转90度稍微。那这个脚架接环有一个优点，也算是缺点的部分，就是它没有告诉你任何。那这个脚架接环有一个，那这个脚架接环有一个优点，也算是缺点的部分，就是它的。那这个脚架接环有一个优点，也算是缺点的部分，就是它的。那这个脚架接环有一个优点，也算是缺点的部分，就是它如果转90度的话。它是没有一个卡损会告诉你说，你转到90度的部分，像是 Canon 的大炮啊、白镜、L 镜之类的，他们会告诉你转到90度会稍微卡，有一个小小卡损，会告诉你说，你转到90度，假设你是架在脚架上，你要直拍，你转90度，你就是可以用手感觉到有一个90度的卡损在那里啊，那这个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就你可以流畅的随便你转。但是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90度，所以你转90度的话，你就需要再重新调整你的相机的水平，对，就算优点也算是缺点。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样子随便乱转破水平的拍摄，那这个就是还蛮方便的。OK 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IRIX 150mm 快速。OK，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IRIX 150mm 微距镜头的快速开箱跟分享影片啦。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订阅我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 playlist，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My name is Kaiwan，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拜拜。